我爸妈走那天，在知道会上，我也没有哭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不想流眼泪。我弟倒是哭得挺惨，因为这件事情。 家里亲戚说了我好几年，你今天看着我，觉得奇怪吗？我今天确实注意到。 所有我的家属还有徒弟，大家握手的时候都在哭，除了你。是啊，除了我这个最受宠的小徒弟，你能注意得到，别人也注意得到。 难听了，真是什么都有可能。没有啊，我不这么觉得。而且，我妈很在意这些，她很讲究这些的，她都没有说过什么。睡吧。 行了，那我挂了，你接着睡。等一下，我想你，亲亲我。